今天我们这儿下雨了，然后我们是全副武装，准备去小区把阳台上的保护板给铲一下。昨天我们去邻居家转了几趟，然后好几家邻居都是在贴砖之前把那个保护板就给铲掉了。我们问了一下，用人家工人师傅铲的话是300块钱，想了想还是算了，因为毕竟后期装修的话用钱的地方还很多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好像我们反正今天下雨也没啥事，我们自己就动手。你要铲的时候要把自己武装好，要不后期的话你身上会特别痒，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材质做的，而且比较脏，就搞得灰头土脸的那种，所以要戴个帽子去。目前家里的工具就这些，其实家里面工具也比较多，就是丢在老家，我们拿这个就是过家家，然后要去邻居家借一下别人用的工具。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，就像是突然间不说人家出来了，所以有点好困。嗯，中，知道高跷要做了，我就待在这浪。我待着点。嗯，来吧。是秋天里每片落叶，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，微微它很渺小，却从不疲倦。上午，然后铲完以后，这个钉子需要拔出来。刚才拔了一下，不好拔。下不得是掐了包了，拔了包。我也不知道我几天才能想退出，退了下我都退出。嗯，咋我那就退出了？多少次跌跌撞撞才学会坚强？多少次在迷茫之中寻找方向？多少次跌倒之后再站？